铲屎官又不当人了。这个就是我每天休息的房间，没有空调，屋里的温度是14度，对门就是我家狗的房间，19度，还有个大空调。还有王法吗？你瞅瞅这一个个的，你瞅瞅给你们舒服的单间住着，空调吹。大姑娘，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啊，你睡过去了？我让你们舒服啊，我让你们舒服。哎呀，这也太热乎了，我太有才了。你看啥？咋的了？你们吹空调没用，你们都穿貂，你们又不怕冷，爸爸怕冷。差不多得了啊，你滚，你出去。小傻瓜。